玩到第八章了。哦，醒来就在这里了。Myra，其实很神奇的，他身上的伤都是真的，但是他在大脑里面 I'll be out here for you, 传送了这些资 someone 料。else will be in 会影 there 响到他的 for 身 you. 体状况，真的还蛮扯 Human, 的。she knew about Myra. 总算这转折，对啊。没收讯了。没想到，居然他老母会出现呢，而且是以怪物的姿态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而且外面的外观也不一样了，是怎样？第九、第二邪灵，怎样？邪灵还有第二邪灵是不是啊？这王八蛋死掉了，会不会这右边又是另外一个 BOSS 啊？感觉还有第二大 BOSS 的感觉。哎，对啊，外面怎么变这样啊？宗教仪式啊？啊，我的猫呢？哎呀，这不能用了，我喵喵啊，不起啊，走起啊，离家出走 What is this? Where's the mirror? 哎，对啊，镜子怎么不见了？剩下娃娃是怎样？哇！我靠，这是怎样？哇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我身处在很像地狱般的？Where is 哎、欸，我还没存档 this 啊，大哥，我可以回去吗？我想要回去了。This symbol looks 这符号看起来好眼熟、哦，like I've seen it in the real world. 这什么符号？这不是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些装饰品的东西吗？装饰品，不给出去了。如果是我，早就朝自己的头开枪睡觉了。要打月军你啊！老头不会扯啊，刀剑神域也有说明，只要痛处提升到最高，对，会对现实神经扭曲以及伤害。还有这种鬼东西哦，精神上的伤害是吧？哦，歪头偏头痛啊！追寻者。I'm here to help. 谁呀？我愿意帮你。看看他是谁。哦。What was that? What's that? 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呀！太棒了！好，这边是收集道具的地方。等等，所有人都怪你，那个是被烧死，那不是被烧死，是精尽人亡。地狱祭坛，好像要打火焰人了。刚刚看到那些敌人全部都着火，欸，很扯，欸，干嘛啊？我踢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吧？我爱吃的说，哈哈哈哈。这就是叫我们莫以恶小而为之。老头用冲锋枪打昏再近战，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射死就对了。Oh shit！ 全部都是被烧死的啊。Looks like they were burned alive。你看这边都很多各种行刑台啊，你看这个被行刑成这个样子。Torture devices。虐待刑具，This place is 中古 almost 时期的这 medieval. 种东西，各种虐待。哎呀呀呀！救三小错鞋，买差，我无赢。太好了。奇怪的是，
到底哪一条才是我要真正要走的路啊？有两条路可以走。我们要回去刚刚那个地方吗？还是走这一条？这一条是通往哪里的？我们看一下前面好了。我真不知道那里是干嘛的。哎，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酷哦！哎呦，酷哦！哎，没射到。来来来，我马上处决你哦！嘿嘿嘿，笑死！是多少？700，没了，就这样子。这边就是拿个700年历是吧？那变态没有死啊、哦？要对番茄炒蛋的怪了，好可怕的游戏，想跟老头讨抱抱。明天会直播会啊。这门可以开吗？我可以回去吗？我觉得前面就是主线了欸，我要回去看一下那个东西，下面那个地方到底可不可以拿其他道具啊？啊，我是怕遗漏到其他东西啦，单纯就只是怕遗漏而已啦。走哪里啊？该走错边了。这边吗？不是，这也是刚来的地方。不要一直剧透好不好？玩游戏就是不要一直这样子讲剧情，你这样剧情一直讲，说真的就没乐趣了啊。对不对？更何况这又是新游戏啊！你们那些有些已经先看过的人，就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让我好好体验游戏的来龙去脉吧。对啊，都给你讲就饱啦，那我还玩干嘛？就没有新鲜感啦，对不对？一直在那边讲，你们看过就你们看过就好了，不要一直讲。所以说这边根本是拿东西用的，这里没有其他剧情会触发，单纯就是拿子弹，好，没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而且我说真的啦，知道剧情最后会发生什么事，并没有比较厉害，也没有比较屌啊，对不对？就只是你比一般人先知道而已。啊，什么谁谁谁会最后会死掉，结局是怎样？啊，你先知道了也没有比较厉害啦，真的不用把剧情都讲出来啊，这样就没什么好玩的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刚才讲了之后还是在那边讲，我照把你封锁了，我完全不想理你了，先封锁再说，到时候要解编自己来聊天室，要解编的话自己来那个粉丝团。哦，你来粉丝团直接跟我讲，下次不要再剧透了，我就把你解锁了。
对啊，像刚刚那个神人实况，刚刚从我最早玩到后面一直在讲，只是我不想理而已啊。啊，是到后面想看越看越不顺眼，算了，先编掉再说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刚才到这边来了，我听到声音了哦，叫声小，啊！没有啊，怎么会有叫声？其实我想要存档了，你知道吗？想休息了，但是他现在不给我存，该死的，有点被强制玩这游戏的感觉。进不去。哇，在信奉天主教吗？这边要怎么开门？里面有一个女神可以拿钥匙欸，门都打不开，你被挂在这里，是这个吗？欸，这个跟一代好像哦，Need a crank handle to turn it. 需要手柄才可以哦。还好没吓到我。哎呀，有人有人！啊，八七。啊，这个会不会站起来？这应该是不会啊，都烤焦成这个样子了。哎，都出不去。得这么大。这边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捡哦。Hello， 砍不到。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开关，一按了之后，所有铁门都打开了，然后怪物都冲出来了。等等，说哪一个 boss 哦？其实你讲 boss 是谁，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。但是你把那种一些，比如说一些让人觉得很转折的事情都讲出来，就好比说到后面谁谁谁会被谁带走，像是比如说啊，如果我杀掉了那个变态啊，杀掉那个变态之后呢，然后呢，莉莉就会被他老母然后被他老妈带走，那个就是一个转折点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老妈从来都没出现过，就突然出现。好，铁门开了。好了，他们应该都出来了。大杀特杀，来啊！通通都来了，来啊，来啊！我看还烧到旁边的，有没有？动作都一样欸。哦，这烧死了，烧死了。干嘛？很无奈吗？无奈就去死吧。这个应该，哎，还没死，哦，命这么大，要开到几点哦？我也想要快点结束啊！我刚刚那个地方我应该要存档的，早知道该存个档了，现在没存档，要一直玩到底。哇哇哇！嫩。杀掉一只，爽！那边有一只，我有呀！对啊，等一下还要打 BOSS 啊？不是吧？要打好久啊？欸，居然这里可以走这边哦！
这里怎么会直接穿到这边来？哦，吓我一跳！错觉，转角看到一只。哎呦，居然这边有这个，不错哦，赚到了。还有什么？ 这算是直接从这边出来的吧？好了，可以转了。这跟一代的那个关卡还蛮像的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要先记录啊，我找不到记录点啊。我要记录啊！嗯，有电波。 散弹枪子弹，这边还可以找到阵亡的干员哦，不可能啊！没地图要找什么？凭着这个找吗？好像也是可以的。各种尸体，不是这里，那马桶都坏掉了，没办法大便。 没东西，这里吧，这里面是不是有僵尸？哦，原来是地洞，不是僵尸。走这里，可以到隔壁来。哦，哇，疑似呢啊，好笑、哦。 散弹枪子弹，哇，这边也有一只。好，你家在，先杀了你再说。感觉出来你就是僵尸。还有，不是已经解完了吗？哦，还没，还没解完。 有人在上面睡觉哎、欸，这是死掉了吧？哎呦，原来是僵尸啊！浪费我的斧头，把斧头还来，该死的！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找到了。Can anybody hear me? Wait, no，他的名字叫做好哎、欸，哦，女子啦，女子啦，我看能好啊，我想说什么好什么？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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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
你们那很那个字很像好啊，要是谁看到嘛是好，女子好，我没说错吧？不要骗我没有读书哦。你看这个，是这个骗啊，头都被爆掉，眼睛还发光是怎样？然后漂浮在空中，奥贝莱，各种乱来啊！好，这都锁，这都来过了，继续。哎呦，三小，必先坠落，才能再次崛起。啊，越爬越深了啦！啊，哇，完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到底何时何地才可以存档啊？好烦啊！留下眼睛。我说过，爱护老头，请勿剧透。
本来就不该剧透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林北花钱买这款游戏，然后还要给别人这样子讲剧情，那说真的，花这钱就不值得了，对不对？你失去了一切。绝望引发自我毁灭。哇，前面那是谁啊？新面孔。哦呦喂啊！哇！好屌哦！气功师傅哦！原来是气功师傅哦！眼睛折磨钥匙就在你手中，我能引领你。What do you want with me？ 我整去那边了，他在开导我，让我减轻痛苦。我女儿，面对她，别逃避。Is that Lily？ 哦呦喂！啊！这谁？哇！我靠！哇！火焰人呢、欸？啊，恢复正常了，不是吧？啊！干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凶啊？好不好？我没体力了啦！靠背。哇哈哈！看这冲山小。哎，我在抓痒啊！等一下，这个是 BOSS 哦，那三个火焰人。断脚了，原来要把脚打断了、喔。喂！我靠！双重攻击，妈的嘞！啊！干你老师！他妈的！脚打不断啊！换一下！不能！熊抱哦！我的乌哎乌呀！喂！啊，这就直接死了啊！啊干！没子弹了，那敢要把脚打断好难哦！到底在冲三小？一局两次，要睡了，晚安。Ben Ten 看太多了。哦 ，Ben Ten。讲的那个 Ben Ten 应该是那个 Cartoon Level 卡通频道的那个吧？那个我知道。不过在我的那个年代呢，在我的那个年代啊，
我们没有那个什么 Ben 10啊，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只有那个叫什么哦，德克斯特实验室啊，拼命狼约翰尼啊，什么诸如此类的。现在的卡通频道已经不是我们那种卡通频道了。获得奖赏？什么奖赏？这家伙认识他哦，所以说我把他斩草除根，斩草除根了要奖励我是吧？快点啊，那给我一把超强的武器。这就是最大的奖励了，哎，我终于可以回去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啊，可以休息了，我回来啦，太好了，啊，我们材料也特多，注意啦，不够，爆炸，电击很多。然后狙击枪啊，狙击枪真的没什么在用哎、欸，我说真的。可以做11个，全部做。310的零件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这个背景会这样子啊？这是本来就会这样，还是我电脑要爆了？是我电脑要爆掉，要爆掉了吗？来点增加暴击率好了，啊不够，早知道那时候存档了，气死了！来存档休息，太棒了。下一次直播，明天直播应该可以把这游戏玩完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休息时间啊，累死了，请先破一轮噩梦啊！好，我现在是玩普通，不是噩梦哎、欸。之后可能会考虑试试看吧。